盘点奥特曼送给同伴的七种道具，最后一个你肯定没见过，你觉得谁送的道具最厉害？一起在评论区点亮爱心，为喜欢的奥特曼加油吧！一，麦克斯送艾克斯奥特卡牌，我的力量吗？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的话。二，伊格罗斯送特利加密钥。西卡利送维克特利圣剑。从背上你的脚就像割我肉的刀，你都假装我还在假装，每句话也丢了他的芬芳，三杯酒端在我颤抖的双手，悄悄的假装潇洒的走，没有了以后我该怎么走，站在雪山的暴风。诺亚送赛罗帕拉吉之盾。流下的眼泪换不回，情丝已经成灰，结局谁来写，写不完爱恨缠绵，祝我孤影自怜，此刻又心变。窗外落清浅，叫谁一夜无眠，提笔惊扰烛火，回忆难写，看人间故事都逃不过离别，五，奥特之王送雷欧披风。杰德送泽塔奥特勋章。一暗花花瓣遍地撒，谁会在乎他在乎几呀，佛将鬼千年被见佛圣殿，我好想能再见他一面，我跨过忘川也走过彼岸，期盼他还能够回头看。七，西卡利送杰德升华器。你有何处虚惊迷雾，眼里偶尔光。